那飞机会轻松很多，但是两三万块，其实你要把它回来是回来一百的，直接从五万少在十块，反正它就涨它的。因为那个这个是他们的奖，我这个我这九次现在是一百八，我会把它们再到等一下是两只脚排在里面，一般是六零。过完的那样子，会拖六次，拖一定会拖五次过。哎，就是你整没有，没有踩到，太紧张，打不住。过完然后还站起来干嘛？一二人，一二人，一二。快点，因为双腿这么久，就是他就双腿。舞台哪里啊？对，他就是双腿，然后你可以脱下来试，这样。等一下，时间到哪里？就我就想去做。然后站起来做举杠。一二，好。外面的脚，好小只！我看了那个苏哲轩家的情况，好像我们这个品种不同，我们这同个同一个吧。有来了啊！我们家是爸爸带去，好像我们已经一整一整个学期荒废了，就人生是最后一个礼拜。不要这样说，我们还有努力继续。对呀、啊，没关系啦，真的是这样，就是说，我真的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印象，我按掉那种。然后我其实这个很讲究，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我喜欢这个家，
到小朋友以前的第一个的时候，是大朋友现在，因为我是真的蛮累的，他真的超喘。另外一间教室的，那个算是另外，可能另外就另外一间教室的领地。好，那你就站着吧。玉恒先，玉恒哥哥先，你是二号。玉恒来，预备。跳跳跳跳，一、二、三，跳出去拍膝盖，然后手要干嘛？一二，好，去第二关变成鳄鱼，来出发，跳跳。一二三，跳起来拍膝盖，碰，然后手举高。一二，好，去变成鳄鱼，来，又一出发，又一跳跳。那都是上全部到课，大家老师。而且我们是两边来出去玩的，你是第二个，你是他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先跳上来。你是第二个，你要跳。好，跳出去，脚打开，关起来。好，很棒，然后手举高。一、二，好，大老虎手摸棉被哦。玉凯，那个什么，子木先来，子木来，手摸棉被。不是啦，脚是踩下面，跳上来。好，来，跳出去，脚打开，关起来。